意见分歧。大家好，我是畸形的羊。你好，拜拜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樱桃，拜拜。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星星，你看我的头发好长哦。你干嘛这样？哈哈，你被骗了，拜拜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皮。我要吃掉你啊！狼来了，快跑啊！我是大野狼，我要吃掉老皮。欢迎大家来看我们的动画。在某一个夏天，有一群正在拍动画的伙伴，拍着拍着，他们竟然因为要演什么剧情吵起来了。嗨，我们要演什么呢？我觉得老皮沙很大这个片名比较好。好啊，都是手机惹的祸比较好。没错。哦，不要啦。为什么你讲的都很吓人，讲一个合理一点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不能演我们想演的？对啊。好不好？好。到最后，大家一致同意这个片名，顺利的完成这部动画。而这部片的片名就叫《意见分歧》。谢谢观赏。